停，两个撇要有大小长短的对比。竖画起比较轻，要用垂肉手，跟它连的少一点，不要连太多。第一横短，第二横稍微长一点。长短变化，跟它要低一点。竖钩要垂直，要连的结实一点。想一下，稍微顿一下，勾出去。勾的话不要太长，高低跟它要错位。奶，勾上去，撇跟这条斜线一样的斜45度，这横折这钩向右上方提按，这向右下方啊有个弧形勾上去，高低错位，方向向上再向下，竖横左低右高，竖画在横画中间偏右，撇点，这个点往上面靠点，点的下方提按转折，往上面斜，这要短一点。捺笔的话，注意翻起笔，然后向右下方斜的，边行边按。到这边的话，要包住上方，再边行边提。明，点在撇中间偏上，横要短，竖要直，两点，这个横往上面斜的。撇短一点，有粗到细，横撇不要写太长，横特别短，向左下方的位置，竖画向右下方斜的，有粗到细，横折顿笔。这个横拖住这个竖画，这宽度的里面稍微宽一点点，这个是斜的一斜，这边一正